GNA 金曲国际音乐节即将登场，一连三天会有12组国内外的超强卡司轮番上阵演出。而今年有韩国的歌手，还有来自于泰国的偶像女团会来共襄盛举，跟我国的优秀乐团还有音乐人们共同来做交流。而目前已经开放购票了，要陪歌迷们一路嗨到金曲奖颁奖典礼。十二组超强卡司连三天轮番演出，准备在金曲国际音乐节登场，抢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前，先带给歌迷们一连串的音乐飨宴。这回不只有国内的优秀音乐人，更有来自韩国的歌手，还有泰国偶像女团带来具感染力的唱跳演出，结合国内外多组艺人一同共襄盛举。Ricarda、Gibby、Lucy、Hanolo， 6月27日 A Room 同根生。多元的音乐互相结合，而今年特别的亮点在于有多组台语乐团，包括百合花、 A 入同根生，展现最在地的台湾曲风，跟多组国际团体进行交流。接连三天绝无冷场的演出已经开放购票，也让今年的国际音乐节一路嗨到金曲奖前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